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数字研究为您呈现的水源视频。这个桌子往后移了以后，都能看到我穿的拖鞋，给大家录视频。MyCloud 牛头，金色的牛头，好像是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？你看，哇，太重了，我搬不动，我搬到桌上都累死了。贼大啊！好，你看啊，这个箱子真的是，感觉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帅？你看，这个是链条的感觉。感觉木箱，然后这个封印的钮，好，我们要，你看啊，它是这样的顶开，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怎么打开，我想，哇，这么高级，连开箱都不会，我研究了很久，终于才知道原来这里可以这样旋转的，我一看按好几下拔不动，好，好，拧下来，你看它是这样的，这好，你看啊，这里，啊，我们它是一个链条对上的，我要把它搬下来了，等一下，好了，底部是滑的，没事，太重了，滑都滑不动。我们这里就看不到了啊，把它拧开，你看这个，然后你看它是这样子开的，这个我就很难给大家呈现，因为真的太重了。你看这样子打开，这样打开，哦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耶，哦，这个还可以打下来，哦，这个是底哦，这个是底，这个是打不开的，就这样，你看，好粗的一个手柄啊，手柄。我们放边上啊，放边上。然后你看，这个是专门保护它的牛角的。我们把这个拿下来，牛头啊，我觉得这就是金甲牛头嘛。把这丢了，后期我们发货的时候要重新再处理。好，终于看到有管了，哈哈，他送管了，把管放着啊，放一边上。然后啊，还送了一个胶套，送了一个胶套。那瓶子在这里啊，我们看一下怎么哦。你看还有个，这个夹子我不拔出来，拔不出来。啊，客户收到以后让客户自己拔。尘封已久的牛头出来了，被束缚的牛，好，就这样子啊，好帅，真是帅，啊，这些，啊，这都气化带啊，气化带，哎呀，别在开箱的时候直接给整坏了，那就尴尬了，好，你看啊，这个都是可以，哦，它实际上是用胶布固定的，用胶布固定的，反正我觉得官方这个打包还是有点粗糙，觉得很容易坏，真的挺容易坏的。啊，这里还可以拧紧的，啊，还没有拧紧，让我端详一下，哇，真够帅的。那烟雾呢，是从这里出的，是从这里出，还是很传统，这是一个装饰物。但这个牛太帅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牛头，你看，大家看啊，这个你看啊，这个盘子迷宫，然后呢，这个牛你看手脚是被束缚着的，束缚，哇，真的好重，哎呦啊，太重了。然后这个牛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牛，太重了，真的，这个好帅啊！让我再看一下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就这种啊，就真的是工艺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工艺品。然后这里我看一下它怎么固定的啊？哦，防止它脱落的一个绑上的，这个我们就不解开了，不解开了，后期让客户去解。好了，就这样啊，大家可以看，大家已经看到了啊，这个牛非常的帅。